我把这个地头部分明暗再加重。那它头部分哦，是一须一须的嘛，你可以稍微做一下哦。好，那我们加强几个地方，例如说这个地方哦是比较深的哦，我们就这边稍微加一下。好，加强它的明暗哦。把这边稍微加强一下，让它这个明暗的对比差哦，再拉大一点点哦。那我们这边哦，稍微再把它擦一下。哦，随着下面的地方再把它擦亮一点点。哦，这样它会跟着下面转动哦，会更好哦。那一样哦，这边下面哦，再加暗一点点哦，下面影子这个地方哦。这边再稍微加暗一点点哦，把那个立体的感觉加强了。那西瓜的画法哦，大致上就是这样。那你如果要再加强的话，慢慢把这个纹路再刻细一点点哦，暗面的变化性啊，哦，整个都细部都可以再加强，哦，它西瓜的感觉会更好。好，哦，好，大致上是这样。那有没有问题？其他部分就稍微把它擦干净一点。大概西瓜的画法就是这样子。哦，好，那你们。大家试试看，好，要不要试试看？我有画吗？你们画画看。既然都跑这么远，对啊，对啊。